啊，主要是想问有没有看到蝴蝶。有关系，有关系。对。那他现在还好？关心前任，关心我们是好朋友，在已经变成朋友的关系，就是朋友。今天算是复出以来第一次面对媒体，会很紧张。会有点小紧张。上次已经有一次也是这样，然后就被别人说我打满了那个肉体杆菌，笑得很僵啊，就会有点不太习惯的。就最怕先被问到。我不怕，都不怕，都不怕。那我们就可以聊，开放聊了。不过今天声音有点沙哑。我声音本来就是沙哑的。那刚刚白想问你们快塞，有点紧张。我确诊过了吗？有啊，演唱会前后遗症没有啊，没有。一开始有担心会喘，就是我之前去参加第一个那个 Hido 的表演的时候，我到这有紧张，就是我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新闻，有写说后遗症会是什么，康复的时候会喘，然后会脑雾，然后我就一直很紧张，因为那一次要连续跳十几分钟，十五分钟吧，然后彩排有一点小小喘，就一直很紧张，很担心，就是怕到时候 live 表演的时候我会喘不到气或者是什么。可是好险，就是有撑过去。然后后来就是靠后面的，就是一直跑步。你最近会去山上走走吗？山上？对。为什么？就是练练肺活量之类的。哦，不用啊。没有啦，主要是想问有没有看到蝴蝶。刚刚有说就是有跟对方就是连队，对不对？有关心，有关心，对。透过公司去关心。那他现在还好？很好，很好。他有转行吗之类的？就是没有，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要往前看啦，然后就不用去再多提，因为毕竟。已经过那么多年了，向前看对人生才是最好的方式。关心前任嘛，因为也是通过过去的这样子。关心，我们是好朋友嘛。现在已经变成朋友的关系。就是朋友。可是会联络，会也是会逢年过节啊，或者是互相的问候、聊天。付出他们给一些勇气的话语。不，没有。想问一下，华纳会给你金爱丽吗？我都43岁了。那目前感情的状况？工作为重，工作之余呢？狗狗为重，家人为重。像现在付出，妈妈也蛮开心。因为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说付出，哎，我一直都下来了，是没有付出不付出的啦。因为每一次看到新闻都觉得又付出付出，我就一直在想说，怎么本来那么多次付出，妈妈没有说什么，妈妈就很开心。那时候休息那两年，主要都忙些什么事情？念书。佛经，看佛经什么的。那两年就是陪家人，然后去感受生活。期间也有看，会不会看到很多酸民的一些负评？没出事的时候也有酸民啊。所以我不会觉得有增加什么，还是每天都有。我就有提到那个明年巡演嘛，因为好像还会再唱回台北小巨蛋，然后他们有巡演。哦哦。我想说，怎么会知道？你说没有嘉宾啊？有朱碧石会来，他已经够红了。所以你现在身边的女性就只有朱棣，还有妈妈，还有妈妈朋友。不要讲那么可怜好不好？对啊，妈妈会想急着抱孙吗？什么年代了还在介绍妈妈介绍？妈妈会急吗？不会，因为我经纪人已经生了两位。好牛逼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